Hello， 我们来到金鹤美牛肉面 ，OK， 然后大家加位在这边。牛肉面是160，然后那个好价钱都在这边。然后这个是60块招牌干面 ，OK， 分量看起来是有点小 ，OK， 而且还有开发票，还有开发票，有开发票就推了。有开发票就退啦，我们要吃一下口味。招牌干面，那等一下我要去公庙哈 ，OK， 所以不能吃牛。我们看看招牌干面怎样？等一下这分量感觉也不错。招牌干面，感觉是一家蛮厉害的店。就拿搅拌一下。小火，我感觉就是一家很厉害的店。这卖这个价位没有贵啊，总还有很辣的辣椒。那等一下我去拿看。这边还有人用餐呢，所以不能太大声。先把搅拌在一起。我先吃一口，它的感觉是怎样？然后等一下再加辣椒。感觉麻酱的成分蛮多的 ，OK， 先从干面吃起 ，OK， 好，看我们这样带点花椒感觉，它好像带点花椒，感觉麻酱味道虽然没有浓厚，可是蛮好吃的。我等下去加点辣椒看看，好，应该会更好吃。这家还不错哦，应该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OK， 等下加点辣椒看看，明天再吃呗了。